哎呀，听老爸说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龙虎武术入门，首先要学点基础，挨揍。当年在香港那片场啊，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。谁要他疯了？答应我的事情，我哪件能做到啊？说了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会打架吗？ 我爸他们那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跳！他们很简单 ，action， jump， hospital。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。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你在片场太鲁莽。龙虎武士，never say no。 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但赤兔不是龙虎武士啊。 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。